各位观众现时看到的呢，就是南韩的名手刘南辉，面对观众呢穿蓝衫那个呢，就是金奇泽了。那么大家呢都很熟悉的，都是名手的。刘南辉一开波即刻抢攻，金奇泽呢，大家看住他的也很犀利，即刻反攻。第四局的赛事咁啊，刘南辉咧，暂时嘅总分咧系以二对一嘅领先嘅。第四局有两个都系南韩嘅选手嘅，观众咧亦都系纷纷报以热烈嘅掌声。佢哋嘅演出咧亦都非常之精彩，大家睇下嘅两件嘅波衫已经知道嗱湿晒啊，全力以赴，两个打晒真军嘅。有刘南辉成件衫都湿晒，净系嗰条领少少未湿嘅。9-4，又开波，金奇泽啊，即刻抢攻，好好啊，两个都放进嚟打。喂，点啊？大家都追毒先打到嗰点嘅，逼住对方。仍然系刘南辉发球嘅，一开波嗱扑过去，金奇泽好正，逼住个位先。咁啊，刘南辉啊，嗰个中台拉得嘅。真係嗰個勁度非常之厲害，大家睇下中台嚟嘅，直板好少中台，嗱全個臂揈曬上去嘅，所以個衝力同埋個旋轉力都非常之強啊！開正轉發球5-10，金奇澤落後嘅，咁金奇澤打下風波相當好嘅，照嗰邊嘅翻嚟嘅尤其是黃耀榮嘅通知現場講啊，場場波都以落後啊，後來居上，鬥志非常之強。而家體力驚人啦，睇見佢落後仍然咧敢於起板啊！嗱，兩邊打住有機會啊！6-11，劉南輝啊起板6-11，睇金奇澤啊點樣可唔可以追到啦？睇佢點打？金奇澤發球一開中間冇法子起板，佢一走過右邊嘅時間咧。刘南辉一睇见佢扑过去啊，有少少空位想逼过，逼咗出界嘅7-11，金奇泽开，一开即刻闪身咧就有机会啊，但系刘南辉真系好嘢啊，步法好，灵走位非常之灵活，而且佢正手嘅力度好猛啊，大家一睇一逼过即刻嗱全个臂，佢嘅打法咧系完同中国嘅球员系唔同。佢嘅打法咧，又類似日本嘅選手啊，但係佢力度咧，同埋嗰個穩陣嘅程度啊，比日本嘅選手更好。嗱，大家睇睇啊，金奇澤一板，跟住再逼住啊劉南輝個左，因為劉南輝打左手啊，佢大家係熟路啊，佢啊打正啊劉南輝右邊，係變咗左邊啊，變咗反手嗰邊。劉南輝發球。一個短台跟住啊，金奇澤好正，盡量利用個位置牽制住對方。一個高拋，佢點開呢？但金奇澤已經正啦，即刻起板啦。但係劉南輝嘅膽識啊，的確係過人。對方起板啊，佢直情啊唔守啊，同你對拉。打到中間咧，劉南輝仍然有反擊之力嘅，稍微高啲，好波！中台兩個打嘅力量相當大嘅，好波啊！亦都係佢哋嘅打中台咧，就比較我哋嘅中國球員咧更為好啲，因為佢哋嘅發力嘅時間啊，成個臂揈嘅你睇下拉後揈上去，所以個力度啊較為猛一啲。金奇澤睇。打穩陣啲啊！金奇澤呢個睇準啊，劉南輝一個打落去個反手嗰邊，雙方演出好精彩啦！金奇澤即刻快攻，即刻一板快推，全部啊以速度以力度取勝啊！呢板好快，相當精彩呢個波。大家再睇啊！嗱，一個加力推，逼到劉南輝走曬嗰邊，呢邊空啊嘛，一板殺直線，點與力、速度都表現啊，非常之出色啊！呢板波。觀眾亦都非常之讚賞，嗱，紛紛拍掌。13-11，睇下劉南輝會唔會搶攻啊？金奇澤先出手先。劉南輝呢板波好正，打落去中間，
如果打落正手嘅金奇澤係有機會嘅。嗱，你睇下，金奇澤一板快攻，嗱擺正中間，你點發力啊？冇辦法，只發力閃身唔夠，打咗落網啦。11-14，雙方嘅點咧打得好好嘅，大家又熟路。嗱，一開波，金奇澤即刻打住先。劉南輝個中台真係好啊，俾你打住啊，一板重板落去，佢同你拉翻上去。因為你中台全被揈過嚟，大家再看啦，一反手，嗱閃定身，發力拉，咁金奇澤撳都撳唔低個波啊，個旋轉相當強。金奇澤一開波，嗱一個快壓啊，好嘢，金奇澤都，佢唔敢打佢正手啊，因為劉南輝嘅正手太厲害啊，所以佢逼曬落去反手嗰邊。金奇澤閃身打得好靚。斜台出的打到好慢，13-15。再看个慢镜，一开波一闪身打到好慢，打到台角。咁刘南辉以为他梗系打自己的反手，有嗱呢板打反手一个逼角，好波啊！呢几板快攻啊，气势相当凌厉，追成14-15。大家再看，逼角跟住打過去，再逼一板先穩陣啲先，好正啊！金奇澤發球有機會啦，劉南輝一擋個正手啊，佢即刻攞板重板追成15-15。大家再看啊！可以一個短嘅，劉南輝以為送過空位嗰邊，點知金奇澤早已有準備，一個箭步撲過去，即刻一板重板扣殺，15-15。劉南輝發球，跟住閃身一板拉直線，好波，快而準啊！呢板睇準個位啊，佢亦都知道金奇澤一個正手犀利啊嘛，一閃身拉落去反手，你冇得攻啊嘛。劉南輝開波，一開金奇澤呢板啊心急啊，一上線線角係出咗界，好可惜。17-15，啊，好可惜啊！大家都睇到，17-16，仍然係劉南輝發球噶，一個高拍，唉，金奇澤呢板好嘢。睇準個路，一開個短台，即刻自己嘅身向前，腳伸入台。大家再睇下，嗱入曬台，即刻可以發力。佢台面個發力個手腕啊，運用得好好喎。劉南輝發球，金奇澤即刻搶攻。一個快壓，哎呀冇運啊，彈網出界。轉發球，17-18。呢板波落台有機會啊！好可惜啊，彈咗個網，運唔夠啊！金奇澤發球，17-18，好緊張啊！睇下可唔可以追翻呢局啊！一開，跟住正球，但係劉南輝好有風度，球證宣判咧係金奇澤係輸嘅，但係咧。劉南輝示意是網球，所以轉回仍然都是17-18。重發，金奇澤開波，一開有機會啊，即刻攞到攻勢，但劉南輝走動得很快，大家看好波，俾個波打得真係靚啊！金奇澤已經逼佢兩個角噶。逼到佢已經係反手嗰邊以為空曬位。大家再睇下個慢鏡，逼嗰邊一個走翻，大家睇個交叉步，反手一揈，全臂揈落去，相當精彩呢個波，抵佢贏啊！呢板波17-19，金奇澤一開波網球。17-19，金奇澤發球嘅，有一波劉南輝即刻搶攻，好波啊！
一拉拉過去逼住啊金奇澤，金奇澤啊仍然唔手軟啊，閃身撳一個直線。觀眾好好大嘅掌聲，兩個都打得好好啊！因為呢場波真係18-19，18-19，係金奇澤點開啊？一開個短腿，劉南杯炒板下旋，跟住搶攻，好波逼住個角。大家睇下金奇澤係台面發力，佢係打埋台，劉南杯係打中台嘅嗱，佢撳住張台，即刻打個空位，食個波食得好實。19-19，一開點台一撲過去打埋阿劉南杯反手嗰邊。20-19，金奇澤反而一分領先。阿劉南杯點樣應付啦？點樣去接呢個發球啊？金奇澤發球。Play please, 2019。一開，金奇澤即刻打板，好波啊！一逼個反手個面啊，諗住阿劉南杯有可能唔敢起板嘅，竟然間咧嗱就發力拉嗱，大家睇下嗱，以為逼佢啊，點知佢就發力拉到。咁金奇澤呢板咧亦都打得謹慎一啲，如果重板一啲啊好啊。20-20，轉發球，劉南杯發球。一開冇法子閃到身，跟住有機會閃到身啦。金奇澤打得好好啊，但係劉南杯仲好，已經打住個反手啊，點知佢嗰個左腳一拉後夠曬位，拉翻個直線過去。轉發球，20-21，金奇澤發球。金奇澤點樣開波啊？仍然啊，一開個短嘅，一有機會即刻攞板重板打落反手，再殺一板，好波啊！咁緊張個關頭，毫不手軟，反圍咧全力以赴咧，全部以第一時間咧係擊球噶。嗱，大家睇下，一彈起即刻殺一板，再殺一板直線，逼住兩個角再打一板，完全兩個角打開曬嘅。再度平手，劉南杯發球。一開，金奇澤即刻搶攻，打落反手，仍然俾佢擋翻啊！呢個波反應好快啊！事實上啊，劉南杯嘅演出太好啊！金奇澤你睇啊，亦都係冇得講啊！呢板波自己已經打得好嘅，21-22，劉南杯亦都示意嗱，球證啊亦都唔准抹汗，失禮啊！你想埋去攞毛巾唔准啊，仍然要佢繼續比賽。一開好波啊！呢個波咧亦都可以講得，金奇澤開得曳，出海俾個機會劉南杯一拉咧係贏。